我们先讲角动量，然后谈到以后就谈到氢原子了。回到角动量，严格来讲，再讲回到角动量。好，那这是我们的地学里面要用的，看到了吗？对，它是，所以你就得到，我看你训练了吗？那先。我们先把这个牵涉到一个由中心的一个氢原子，它由中心然后相对中心的一个东西，所以最方便是说你把它换成什么样子，把它换成球坐标了。那换，我们同学，现在这个是这样子的，从直角坐标换球坐标，你做球坐标，我怎么现在要让这学过来啊？让我们真牵涉到结论了。哦，那别跟别跟之间所转换哈，我还是把它写下来哈。这是直角坐标跟球坐标之间的关系。那我们取它别分。啊，就是我们底下牵扯到很多微分了，因为那个九边九规显示微分方程嘛啊。那这是等于 sin， 我要换成什么样 ？r 非常快的微分之，像这一步你都做了啊，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三个式子啊，用矩阵来表示啊，所以就得到，看懂，可以用矩阵来表示。我们目的是要知道这个。我们从这局，我们可以，因为这个矩阵，这是它的导数矩阵，啊，就是你可以解，就是解三个联立方程式，啊，你但把比较麻烦了哈，解三个联立方程式，你可以得到这里，明白吗？不是很难解的，就是说很比较麻烦的事，但你都可以解的。那解过来，你就得到这个知识。这边有个故障。那我们解这个时候用呢？我们解这个时候，因为解这个是在是这样用的啊。你知道这边哈、啊，这边有 PJ 有 PSPY 对不对？那我知道 PJ 是什么？那这些都是直角坐标的，我们要把它换成什么？那个球坐标的，这样对吗？我们要相对球坐标为分，所以我们需要是这个。好 ，x 对不对哈？我们在写这些符号的时候哈，我们要注意哈，我们在写这些符号时，我们这样写是表示什么意思？我们说 x 是表示什么意思？表示 y 跟 z 怎么样？对 ，y 跟 z 是固定不动的。或者说，我们这不让引起的话，我们就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就是 y 跟 z 不动，那就怎么样？就改变 z。清楚吗？所以这可以解释什么？我们这个球坐标换，应该怎么换？这样换啊？这符号是代表什么？一样的，相对这是这等于，但这边呢，这是代表什么？对。好、哦，那我把全部写出来了。从这些条件，你会不会把右边的带出来？所以我们看这个值多少，我们讲是吧？我们看这我就不用写了哈，我们到，这我们肯定得到的。我们从这边看哈，这
对对的对象什么器官，对象什么器官，要注意的。那第一对不对哈？那我们现在是针对的是这两个，这两项有多少问题？我所以它比如说，所以对 R 相对 S 微分是哪一项？是这一项，相对吗？把这个关系接过来啊，所以是。啊，这里，所以对 S 的偏微分换成那个坐标以后，基本这三项加起来，啊，那我把另外两个哈，我把它写下来了哈，你可以自己直接校对一下看。啊，我们这三个转换公式我们都有了，啊，就是把中 S 那个中 Y 的中西，我把它换成是 R 这个对 R 计算派的微分。那么先看给多机哈，这个角动量的积分量。这是那个给多机哈，那我用刚同学，我们就把刚刚的 P 哈，就是 PY 嘛哈，这 PY 就是 PS， 我们把 PY 跟 PS 把它带进去。就我们把那个叫重量哈，重量 S Y T 三个重量的算式，我们把它带进去。然后把中关中关在这里，中关在这里，是哈，那中关中关是中关在这里。啊，那我把它带进去，你就得到，知道多窄了哈，这是。这是 X， 这是 Y， 这是 Z。然后这边呢，这个是什么呀？中，方块五，方块五是什么？这方块五是多少？那这边把这边里的人都相对消掉了，来看一看啊，这一项跟这一项是怎么样？这是 sin 对的，这是 sin 对的，这是 sin 平方对的，这是 cos 对，这是 sin 对，对不对？那这边这跟 sin 平方对的 ，sin 派和 sin 派，这一项跟这一项怎么样？消掉了。这一项跟这一项怎么样？消掉了。这剩下什么？剩下只有最后一项。我这里就得到。所以只有最后一项，最后一项什么？这跟这个消掉，这是什么 ？cosine 平方派加上 sin 平方派，这是下面，看不见吗？那我们正好 ，cosine 平方派加 sin 平方派是什么？对呀，所以这什么是 i？ 啊，这是很简单的。所以 LC 的话，它是等于什么 ？I 分 H bar， 然后中 Y。那么叫中 Y 是不是啊？是那个球坐标哈，绕那个你走的。老师，我们得到一个重要结论哈，就 LC 是等于这个哈。那这是这结论哈，这结果。你们联想到什么？啊？
怎么样？哦，对，基本是吧？你知道吗？以前我们有，我们知道动量，一对对，平等什么？哎，但这形式不一样，数学形式完全一样哈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知道，因为这个关系，所以一。啊，对 ，I M S 吧。相同呢，这边也告诉叫什么什么呢 ？L C 有多少？对 ，I M S 是吧？啊，所以 L C 跟 Y 的 commutator 是多少 ？I M S 吧。也就是说，它不是同面的，也不是等于的。那我们再复习一下，当要有个空间的是等 I M H 八的时候，我们有什么现象 ？H 八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有怎么样？有相同情形。我们在推导那个不确定功能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特定？我们有没有说特定那两个是什么？刚才讲的算，我只要反击怎么样？反击同样，反击的话就得到怎么样？得到相同结论。那这就是告诉我们的意思，告诉我们刚点卡给到这些等级。啊，就说角动量的经方向不一样，如果它是确定的话，那不确定性等于零。表示什么意思？表示说给两块等于多少？现在，那这是什么意思？表示说我们能不能知道？知道角动量歪角，我们根本不知道。假如是这个确定的话，啊，如果，对不对哈？如果点这是确定值的话，比如说我永远不知道怎么样，不知道歪角。那我们再讲一下氢原子好了哈，我们还没有讲到氢原子，因为我们讲角动量以后才有讲到氢原子的啊。但是你们在普化都学过了，你知道普化氢原子和原子那个能见状态的主量子数嘛哈，角动量的对对哈，还有一个电就是 LJ 的啊，电就是 LJ 的 Eigen Value。所以你们所学那个在普化所学那个原子哈，它的能阶哈，这个 n 是确定的，啊，我说那以后我们讲就是角动量是它在零，你看是怎么样量子化的嘛，都会讲哈，零一哈，我们先把你们在普化所学那些资讯再说一下，这是总数，比如说总数。然后 m 呢也是整数，那 l 有很大一个能力，也是可以大，可以正可以负。那不管怎么样，它都怎么样？表示 I 跟 V 有它的确定值，那清楚了哈。所以一个氢原子哈，一个氢原子的电子，一个氢原子的电子，如果再怎么样，在它 I 跟 state 就 m 是确定的话，那坏掉是多少？坏掉是无限，这是。我也不知道，听清楚吗？啊，所以在氢原子里头，只要是电子是在看 I 数列嘛，啊，也就是说电子确定的，啊，电子确定的话，点点坏是无限大，永远不知道坏角。所以你通常画那个角动量的时候啊，什么意思啊？没有，我们通常角动量是这样画的。这是投影，一方向投影，我们知道，对不对？看这个角度，这是歪角嘛？用的怎么样？我们用不知道，所以用颈椎来画，相信什么？啊，以后也许没看过这种符号了啊，看过这种符号，我们以后还会再继续谈的啊。我们说。就是说，我们通常用个圆锥哈，用个圆锥来表示一个怎么样？表示角动量。为什么用圆锥表示？因为我们想不想歪角，不知道。
罩太小，这样清楚吗？到这有没有问题？那我们再做另外一个两个很重要的算术哈。我们刚是激光下分这是激光下分量嘛，对不对哈？那 S 跟 S 方向跟 Y 方向，我们通常把它组合成这两个算术，一个是加的，一个是减的。啊，加的是这边加号，减的是这个减号。那我们来看看它有什么样的特殊性啊？把那个 LS 跟 LY 把它带进来，这是我们最后的得到结论。这样，但中间过程倒蛮复杂的哈，不过都是怎么样，都是可以算哈，就是把刚刚的那个光 G 光 Y 哈，把这些带进去，然后重新整理，可以得到这个结论。这个是什么来的哈？这个比较复杂，但我想你应该如果小心的话，应该都会做的。那这个式子哈，这是以后我们会用到的，在解那个，在推导那个九分九规则的时候会用到。那底下我们要用到一点什么？我们来看这两个相乘是什么式子。我们来看这两个相乘，看得出来什么结果？得到什么结果？那我把它带进去哈，等于是 把这两个算术相乘。我们现在还不晓得这两个算术是什么物理意义的，我们现在还不知道。啊，等一下我们知道哈。那我们先把一些关系搞出来哈，这是等于啊，你把这两个把这那个四项嘛，对不对？把这四项先因为有两项是这个，然后另外交叉的交叉是这两项。但是看这是什么？对，这是 commutator 啊，所以我就得到。这两个 commutator 哈、是非常重要的 commutator。我们当然今天时间不够了哈、那下一次我们要讲的是，下一次我们先推导怎么样？推导这三个 commutator。下次我们要从这三个 commutator， 那这是。但我现在还没讲，我先让我们知道哈，这三个孔径是非常，在我们量子物理是非常重要的孔径的。以后当我们下次推导以后，我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三个孔径